因为我们纪念观世音菩萨，我们就是在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智大悲大愿大力啊。你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智慧，你怎么能够生活？一个人没有大悲心，没有去可怜别人的心，你怎么能够成为菩萨？你没有大愿没有大力的话，你怎么能够救度有缘众生？观世音菩萨他所行的博道是大悲为道场，清净为心，皆国在心。如果一个人学习观世音菩萨有大悲心了，他的心就清净了，因为他脑子里都是想着众生，他不想自己，他心就清净，所以佛就在他心上。慈悲济物济观音，你经常去帮助别人呐、啊，施舍呀，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。我们说观世音菩萨道场在哪里呀、啊？实际上哪里有虔诚的啊，观世音菩萨的信仰，哪里就有菩萨的广大慈悲，哪里就有观音道场。我们观世音菩萨道场到处都是，你心中拥有大慈大悲，你心中就拥有了观世音菩萨的道场。